妹妹下班之前哦，这女魔头就要找咱麻烦。我真正想无诶，有啥物代志袂当伫咧上班的时阵讲啊？无法度，上叫伊是千金大小姐，咱只是假意讨论小员工，情势比人强，只好忍耐啊。我拜托用，那个叫我加班啊，是我转去，大家搁要俩讲。咱买件毋是头一届拄着这款代志啊，林姐也会记得这件代志。向前看齐 ，Bingo！ 来，深呼吸，吐气，把恁的心情调整好。等下，见招拆招，上战场 ，Go！ 开发部经理陈小春，业务部经理李东宇，企划部主任林美妍，阿狗，财务部组长高伟宇。生发四叶草，应该怎样想让我也叫你滚来？我相信副总一点有少点爱代志爱阮处理，所以才会伫下班之前特别叫马德林通知阮过来开会。Good， 目色真好嘛，无怪遮尼少年就会当做甲经理的位。讲起来是我的能力上强嘛，当处长才会遮尼信任我，指定我做。企业总部土地标案的负责人。企业总部土地标案，现在阮财务部完全毋捌听过。阮客户部嘛毋知影这件代志，业务部嘛无得到消息，阮开发部嘛无接到通知。Stop！ 我知影恁毋知，所以我袂怪你。其实这件代志嘛是今仔日拄则董事拄则下令要参加投标的，资料就伫咧恁的面头前，恁会当先看卖。就是这块地，董事长有看佮意，而且伊佫指定要做公司未来的总部，所以这个标案，咱生发集团势在必得。等下，这个标案是采分段竞标，头一届资格标，所以时间是明仔下晡四点，剩无二十四点钟，就要阮摕到这个标案。这块土地有五千平，我伫个精华地段，竞标单位一定就多。So， 公司叫恁四叶草来，唔是爱恁逐工穿好水水，过好推推，是爱对公司有贡献、有付出。No pain, no gain。OK。问题是，这个标案的标金已经足可观嘞，无先通知阮哦，阮财务部恐惊袂付准备钱。这条免恁烦恼啊。若是无通过资格标，就会直接取消竞标的资格，无法度进入价格标，自然就免准备钱啊。若是连招标的资格拢摕袂到，恁四叶草就准备予我一票一票慢落来。傻逼 ，Spanish 的意思就是 Get out， 车笨蛋。安尼有清楚无？嗯，真好，看起来大家拢了解啊。OK， 下班。哎，林创啥？我讲，我要跟马德林下班，林继续。辛苦啊！大概我用临时派人叫俺加班，而且阁是这种上困难。别乱陪伊啊！我家己算唔知影怎倒。就是讲的，辛苦是咱的辛苦啊，迄功劳拢是伊的呢，真正就无公平。唉，别怪哦，就怪咱出事时阵无眨目睭，无参详人知影，找一个富爸爸倒台。你搁无困咧追剧吼，搁是为着倒一个偶像？嗯？啊！洪文玉，你赶紧回来！你大家搁夺命连环 call！ 喂，妈，拍死啦！今仔日有公司，搁临时加班。我怎样啊？我唔是调岗诶。是嘞，老妈，
好好，我知影，我代志处理完，我就赶紧回去。恁大家有搁发作啊？伊讲今仔日是月圆之夜嘛，是受孕的好日子，应该穿物件拢替我穿好啊，我煞。我感觉这职业妇女真正足辛苦的，哎，一边哦无闲工课，啊，另外一边搁爱无闲，再传宗接代的代志。辛苦啊吼！无我看安尼啦，咱资料嘛已经准备甲差不多啊，剩下就交好啊，恁三个先转去。小春，哇，你真正是我的救命女神呢！哦，哥真服你，我的精神与你同在。嗯，爱听。哇，哦，小春。就想要睏呢，拜托你哦，爱你爱你爱你！好啦，给你转去啦。Yes。辛苦啊，拜拜。高宇，啊你白转去啊？我留落来陪你啊。哦，这么有情有义，真正是我的好姊妹。这个工课是你介绍给我的呢。我无资源图报敢袂用诶，你安尼讲，我电脑感觉足歹势。早知影这间公司一天到晚爱加班，而且佫有一个会压榨员工、无良心的女魔头上司，早知都莫叫你来，害你今摆这么辛苦，实在啦。哎，讲什么实在啦？这比起我之前过的日子，根本就无算啥好无。而且当年若不是恁一家伙仔收留我、照顾我，我早就枵死伫路边啊！我真正就感谢你。三八啦，莫你讲感谢啦，你是我的好姊妹，而且你真紧就是我的大嫂啊。所以哦，今嘛真正时间无早，你赶紧转去。啊，若无陈子维可能会走来公司搞事销。你这么讲嘞？这真歹讲哦。你的男朋友歪哥哥，伊是恋爱脑，你袂记啊。所以，把你的工课放下，交我，紧转去。真正免我留落来？真正唔免啦，我转去也无代志啊，我即只单身狗是要创啊？我不如先转恁两个有情人，安怎？我这个未来小哥是不是真大心？我不是无照时间行钱啊，你敢有需要逼我逼到这里？是到我心碎的日子，去找来公司等我。我嘛是奉命行事，请你配合。嘿，再加一万哦。我这个月还靠薪水，无钱。莫阁骗了啦。拄只明明看你偷偷藏钱个，什么偷偷藏钱？哎，这是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呢。我留一寡钱，给家己买几领衫、几双鞋啊。我做工课时阵较体面的，安尼敢过分？啊，问题差这一万，阮嘛无办法对阮老大交代啊。自从我替阮爸还账到今嘛，敢有拖欠过恁一届？我就干阿今仔日减一万尔，你就伫遐啰里啰嗦。有才调你去干家找真正欠钱的人讨笑，莫干那遐欺负一个查某囡仔。啊，莫讲遐多啦，志贤。我也是袂。你真正是要讨皮听唔哈？你两个查某人欺负一个查某囡仔。你真够大胆！美国，你紧走！你真爱管闲事，真正唔惊死哦！你死啊！我就不要啊！不！
个月我会过来。输过欺负了你。你怎么就？不在，刷刷机啦，卖过你阿银啊。来，好啊。起来，家看麦。应该应该。那呢？你先穿这双回去，明仔我再替你买一双新鞋啊。唔免呐，这双两破可以当穿。你莫搁为我白开钱啊！女朋友的鞋啊歹去，男朋友替伊买一双新的，这哪会算有白开钱啊？你的薪水不是拢交给你妈，哪会搁有钱？我讲有就有，你唔要烦恼。啊对啊，你若是欠钱哦，你就跟我讲，我才等于跟我妈讲。不用的啊，我已经麻烦恁足多啊，袂当讲提恁的钱啊。你安尼讲，是讲当作是我了？当然不是，我爸被人抓去关了，是恁自己坏了收留我。那小春把我当作是亲姊妹啊，阿姨嘛把我当作查某囝疼疼。你更加是把我惜命命，保护我，照顾我。你对我的好，我都放在心内，只是不知道要安怎报答。你又过来啊？你是我的女朋友。嘛是我要牵出过一世人的伴，我的亲人就是你的亲人啊，阮拢是一家人，那有分什么报答无报答的问题啊？子维，会当拄到你，真正是我一世人上好运的代志，真正就希望这个好运当一直到永远。一定的，而且你已经替我拔条条，拔一世人啊，走拢走袂去哦。快些，就当诶，陈太太安尼汹涌走出去啊啦！你穿一件灰色的针织外套。今晚你跟出来啊！你莫阁帮我一个人啦！你到底是倒位？你跟出来啊！我拜托你。我想买哈，袂使再等啊啦，小姐时间已经到啊。无，我跟你跪了好不好？林爸爸，你哪有可能跟我放肆？你绝对讲话算话。有够啊啦妈！参像这种这么不负责任的人，你等伊二十八，你敢还够无够？敢够要继续等落去？无你家己早就要死啊！就算讲你无见过伊，我嘛不准你安尼讲你爸爸。九威，今年我查几点嘛，就找到你的太太啊。这个查甫对我来讲真重要。你干嘛那个想办法调其他画面了哇？对于真重要的查某人，碧红啊，你是什么代志啊？我甲信强结婚之前，伊是毋是有一个女朋友？哎呦，安那这样，我当挂无就无这个代志啦。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都会做到到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母亲，弥补我对你的亏欠。我财务长甲我讲，恁这期应该付的小扣条买给阮，请问什么意思？你欠甲包厢几多个月钱，搁跳票，电脑来找我讨笑。我敢唔免先替你处理一下？后下到底我朋友母伫你的心目中，敢真正是一种自私自利、无公正义的？你若想要来想工想忙，找一个有诶无诶理由，甲你这结拜兄弟一口踢开，唔